今次選美有16隻唔同品種嘅狗仔，隻隻都咁靚，揀嗰陣啊，仲緊張過選美啊！雖然係比賽緊，但一有事嘅時候咧，其他好似緊張埋一份咁樣。阿仔咧就俾鎖匙整親啦，流咗好多血。佢哋好多故事都好感人，不過真人 show 好睇就係因為佢哋夠真啊嘛。咁可愛嘅狗狗咯，可以生活到16歲，希望佢再堅強啲啦。好想同自己狗狗咧有。超級模特兒大賽6月7日起，星期1至3於新時代電視2台播出。